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们要想吃豆芽菜了，你就像我一样，做个呛拌豆芽，酸辣爽口，越吃越想吃，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首先把绿豆芽用清水浸泡个10分钟，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脏东西。锅中水烧开，放绿豆芽焯烫个10秒，完全变色后倒出来，放蓝白开成过凉。我每天都分享刘家的美食，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控干水分放入碗中，加红椒丝、葱段、蒜末、干辣椒和十八粒黑芝麻，泼上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调味就更加简单了，只需要倒入一小包这个凉拌汁。这个凉拌汁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，它可以做很多种凉拌菜。你们平时在家里拌个黄瓜、拌个木耳、拌个豆片，都非常的好吃入味。一袋子里面有4小包，一小包就可以做一次，其他的任何调料也不需要放了，两勺拌均就可以开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也开心吗？做起来吧！